2点半或啥时候，你就要在微博上发。我去他6点半，然后那边明天可能就让你来找我，我让他来找我。快节奏的现代生活，使得我们在紧张动作学习之余，都喜欢在 KTV 放松一下。我想练一下 Lisa 是那个 Lisa 是那个海豚音的前半部歌剧二，我想练一下歌剧二。但我们在进情歌的之前，请先找 Lisa， 然后先点歌剧二，歌剧二。了解这边的环境，确认安全出口的畅通和消防器材的位置。然后请花一分钟认真阅读这本消防安全手册。当火灾真正来临的时候，不用慌张，切记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，然后正确拨打119。疏散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，沿着墙角有序的疏散，不要轻易甩。请靠在门口，前面安全出口，请勿乘坐电梯。如果烟雾太大，可以用水和饮料打湿衣服和毛巾掩住口鼻，同时弯腰前行，减少毒烟对人体的伤害。火场中快速逃生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想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，请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。Thank you.
这是那个什么朱丽叶。
if you're going to be here. They just go on and on in the back of my mind.
占据，让它随风去，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烦的忘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拯救，要把你忘记。要把你忘。